真正是你，你无死，女儿，奶奶，江义哥，你不是都有那发明黑科技，都有当有控制生死的能力，啊，即摆看到我跳跳伫个你个面头前，你那看起来敢那真激动啊？我的代志拢知影。弟弟拢在关心我，我刚不需要关心你。你唔通忘记你即卖是头号通缉犯，你的一举一动、电视新闻你拢是头条，我想要忘记的拢真困难。你是专工来找我的，我都知影你足要见我的，唔是陈俊云所讲的，你心肝内根本就无我。了解，所以无资格批评。咱两个之间，不是干那我意思尔。瑞亚，是啊，咱两个之间确实有一挂代志爱讲个清楚。咱有啥物代志爱讲个清楚？敢讲我对你个心意，你还阁无法度了解？我的发明黑科技，拢是为了你。只要当让你重新活起来，我当付出所有代价，向他做计划，我都要甲处理掉。因为你，是我这世人上大的遗憾。失去你，我都莫阁真心求个，阁感叹啥做快乐。你离了去。不过一查某人来暗藏你所在建孝台，你欺骗伊的感情，让你身家立业，才变到今日的地位。结离婚，娶一个囡仔的查某人，这相对以后对情照顾，伊都丢家啊！你根本就无爱伊，你想要爱，只是伊的家世背景。就因为是御史大王的查某囝，对无？你会当真冷静，一步一步算计，要安怎得到妈妈的心？想你根本就无正常男女的感情，袂去用男女的感情影响着，所以你顶多会当用一个外人的角度，来设计你好男人的角色。另外，你要一步一步照这剧本。演给妈妈看，等伊的感情还佫有目屎拢予伊骗袂去，愈聊愈深的时阵，才发现你只是伫扮戏。所以最后，敢若会当用这种方式来做伊的结局，这拢是误会。我甲我一生拢奉献伫这个家庭，我从来都毋捌有小三的，我无第三者哦。你当然无第三者。因为你把妈当作是第三者，你就是爱用忍受。你逐天在思量迄已经死去、已经无机会打败查甫人。哎，你是不是创啥啦？口罩挂几工，恁爸怎要脱口罩啦？哎呦，你袂当伫遮啦！我知。客厅传来感冒，我来帮你。哎呦，你搞懂嘞，搞懂嘞呀！看我吞口水话来，你要做专门服务吗？哎呦！惨啦，真困冒在房间。导演员。给你插着哦，啊，跟你无关系啦，是有人送物件来，啊，找唔到景啦。我嘛是来送物件的，啊，不过我无找唔到景啊。人啊，我烧酒醉，人倒在别人烟斗，啊，真嗨。哟，我外裤嘞，啊，爸啦，外裤嘞啊。你是跟我口唱一段啦？
冒在你的房间，我没有。哈哈，你若唔摕来，我唔穿就要出去啊！哇，你这着急哦，啊，拢唔惊恁爸倒酒呢哦？小查一下，敢是看口会笑啦？哎，你讲你假啊！嘛，不是讲我爸误会啊，是安怎呢？对这爸爸节特别敏感啦。爸一直希望讲哦，我今年爸爸节呢，我所有囝儿是说，你有通坐落来吼，不要吃这团圆饭嘞。爸，你敏感不要紧，卖迷茫。你想？你一开始是跟曾飞阿姨结婚，后来又跟美玉阿姨有来往，出来才跟阮妈。啊，大家若是真正坐来吃饭，到时阵你要先硬菜互相就足困难啊，搁吃饭嘞。哎、欸，爸是咧甲你讲心内话呢，还是煞咧甲我闹开？我才无咧甲你闹开嘞，是你甲家己闹开。我拄则讲的是台面上。私底下锁掉无登记，我拢还袂算哦。千万唔通压价，啊，若无到时阵食饭变认亲大会，你就知影虾米叫做坐某无底困。看起来哦，我这个愿望，这世人，若要达成有较困难啊。这无一定，啊，不过至少爱当阿姨无伫的。你看。连珍珍姐谁在叫你吃，拢爱让阿姨。你看阿姨，我了不起。拢怪爸吼，伤过多情啦。害恁这查某囝咧面对阿峰，我搁恁内心真歹做人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珍珍继续好翁啦，甲笑咪咪，我真放心。对啦，你莫太少年哦，紧搁找一人嫁嫁。有人照顾你哦，爸会较安心。爸，连妈哦拢无啥咧管我，这就代表我予人足放心的，所以你慢慢管我。你着把你的爱用伫咧嘲讽，还佮有真真姐辛苦着。我会早准备托来看你啦，予你知影我过得偌好。嘉玲。啊！你无代无志，提起迄个查某的查某囝，是要创啥？爸计好啊！伊讲哦，伊希望大家会当坐落来做伙食饭，我才会开播予伊听。阿凤啊，
莫安尼啦，论辈分哦，你莫叫真真是声姐姐呢，较有礼貌的。爸，我以后哦拢足有礼貌的啦，啊，不过对因哦，唔免。